最近迷上了一部剧，叫做《重生之门》。最近两年悬疑推理剧突然爆火，也出现了很多影视作品，但是口碑好、演技在线的也就不多。这部《重生之门》算一部，它由三七奖演员张译和新时代流量小生王俊凯合作，这是一部比较烧脑的剧，剧情紧凑不拖拉，正派反派都是高智商在线，互飙演技，看起来非常过瘾，甚至有的地方细节不多，刷几遍都很难看懂。这部剧一开播就引起超前的话题热度，热搜不断，获得了很高的评分，爆火了一把，代入感很强，让观众纷纷参与案件推理。不得不感叹，同样是大学生，男主的智商简直是天花板级别，全程高能。男主王俊凯之前是组合出道，青涩单纯，一直有着偶像标签，很多人也不认可他的演技，他也拍过一些剧，但是口碑都不行，这次可以说是一次演技上的蜕变，虽然赶不上张译的稳，但是进步也算很大，还很年轻，继续加油吧。下面分享一波王俊凯的壁纸，喜欢的可以拿图收藏起来。